近日，山东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财政厅印发《关于实施国有景区门票减免优惠的通知》，明确自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，除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外，对包括泰山、曲阜三孔、崂山、台儿庄古城在内的全省137家国有A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价格实行不低于5折的降价优惠。